大家好啊！今日我哋游戏规则系白色咪仔带住个波去到绿色草地就可以攞到一分，而咪菩萨撞跌咪仔或者个波就会攞到一分噶啦。咪仔系用 Kido Cook App 里边一至四号掣手动控制嘅，而咪菩萨只要揿一号掣就会识得自动拦截噶啦。第一回合开始啦，咪仔慢慢向前行。咪菩萨向前冲，嘣！好啦，嚟到第二回合啦，咪仔又向前进攻啦。咪菩萨谂住用翻同一招，点知咪仔避过咗啦。嚟到最后一个回合，究竟边个会赢呢？哇！咪菩萨来势汹汹咁啊！咪仔退后回防，哎呀！今日呢场大战，咪菩萨赢咗啦。